们华国面包最有名最传统是叫白的综合夹心，里面有烧肉火腿，是我们最传统的一道。然后第二是烤乳猪，第三是香茅烤肉。烤乳猪我们有腌过，然后烤到外皮很酥，里面我们又加一些梅生菜啊、蒜菜、小黄瓜，还有一些香菜的。然后烤乳猪又肥又碎碎的，然后吃起来就很清爽，不会油腻的。我们越南香茅它的香味很香，我想加香茅其实应该味道蛮特别的，结果真的很棒，然后很多客人都说哦，超好吃的又香。欢迎大家来台中越南花果面包工艺啊，是我们最好吃的、最传统的越南的花果面包。谢谢大家。